红鹅。慢慢，哎呦，我的天！看起来，剩点料啊。嗯。你吃一虾线，虾线都不让去了。啊，你烤太阳。煎烤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别割到自己手。哦。肉质很鲜甜。吃完了。再来一只。看看这个头有多大，妈呀，好大一个了，我的天，这个头大不大，给点料啊，哇，这个是真相的大腹，入口即化，蒜蓉的鲍鱼，嗯，今天这个酸酸甜甜的白浆果，然后还有小龙虾，双皮面，喜欢的来个双击，谢谢。来两串小虾。